有时候我们不是在等一个人，而是在等一种熟悉的语气，一种习惯的气息，也许只是说上几句就能让心里踏实，也许仅是看上几眼却能感觉温暖。认识久了总是身不由己的想念，感情深了难免不由自主的挂牵。感情这种事从来没有为什么，只要两心懂得就是最暖的陪伴，只要两情相悦就是最好的情感。生命中可以有一个人远远的守着，轻轻的念着，深深的疼着，无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守，一种幸福的感受，纯粹的感情，不添加任何的利益，只与心灵取暖，信念的支撑，不沾染任何的俗世，只与精神相连，守候不为拥有，只为懂得，思念不为容颜，只为感觉，心心相印是无声的默契，惺惺相惜是无言的相约。人生何求太多，只要有一个人暖暖的住在心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